我想知道白老师你会说点天津话吗？我不会，我说天津话都不行，就不行、嗯、您会说吗？我非常荣幸我来天津啊拍了一部电影儿，嗯，叫没事儿偷着乐。哦，对呀、啊，当年的那个、没事儿偷着乐，有冯巩啊，有丁嘉丽呀，有什么的。结果这个最难的是什么呢？说天津话，让说天津话。嗯，可是我到这儿以后，我觉得呢，天津话您要说，我一知道天津人。但是你让我说，我就说不了那么规范，那么标准。对，不能说那么标准。另外，我这个岁数，我得说老天津话呀。对，我要光说点带普通话味儿的天津话，那就没意思，就不对了，正宗了。那么对这个人物就有损失了。